三姐，你看。哎！阿奇，阿奇，三姐，你没事吧？妍妍，你没事吧？阿奇，我去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好痛！还走得了路吗？不行，你不能再走了，我背你。叶小狼，啊，你腿伤刚痊愈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反正我在边塞也常备阿奇，是我常备你，所以这刚好是我报恩的时候。弟子受伤，为师责无旁贷。四爷，你也不问问桑琪愿不愿意？半路抢人不太好吧？此处山高水深，你没有背着行囊，万一体力不支再出什么差错，你想让桑琪再受伤吗？你哦，对，四爷说的对，这万一你要是受伤了，就更麻烦了。对吧，四爷？走。大家接着赶路吧。是，爷爷。是一笔是山上风未晚，回首看有人叫嚣嫣然，琴声处再添一笔浓淡，红颜珍重有你相伴。无论是山上或是平淡，这次一笑无悔也无憾，赏月下的百年。一会儿就按照签上的房号入住，今日到了房间后好生休整，明日便要正式开始劳作了。好，好了，快抽签吧。好。哎呦，我的肩膀！想想都累。再想想你会怎么办？你看，看看你的，挺好不少。桑琪，你不用抽了，你是女子多有不便，独自住一间。多谢四爷照顾。严小狼因何一脸愁容啊？我跟宋乐天、魏展红抽到一组吧。卓兄，要不是等会儿我们俩换换？哎，爱莫能助，我还没抽呢。真希望能抽到和阿奇相邻的武神。你可不知道，这荒山僻壤的，大半夜可能有山贼作怪。嗯，我也好护他周全。嗯啊，越护他周全。周远，该你了。你同为师住一间。为师再定下一条规矩，入夜之后谁都不能串起，违者严惩。这样吧，李向郎，我就答应给你换一个屋子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就跟宋洛天住吧。你不是不想跟宋洛天住一屋吗？相比四爷，还是宋洛天比较好。我们去找桑琪。这个卓兄，哇，四爷还真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嘴上说着磨练我们，条件如何艰苦，暗地里却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好的房间，连胭脂水粉都准备好了。这所有的地主四爷都是有胭脂水粉的。啊，我突然有些疲惫，我先休息一下，要不你先回去吧啊，快回去吧。爷爷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不回去，宋洛天就会把果盆全给你吃了。走走吧。我的果盆，我的果盆。再见。
所以我想同你聊聊。聊吧。司爷可谓是步步紧逼，费尽心思做了这么多，就不怕是一厢情愿？不怕。我所做的一切都可以不求回报。那司爷真是执迷不悟呢。你不也是？那你是觉得阿奇会选你？不知道，全力以赴便是。还用司爷的身份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想公平竞争？可以。行，不早了，睡吧。又动手了？他把房间的果盘都已经吃完了，还不认账，找茬就直说。什么果盘？爷压根没看见。本来就果盘，五盘应该都吃了。对，我认。你果盘的，本来就果盘，肯定吃了。我的果盘呢？司爷好。司爷好。今日起就要正式开始劳作了，在这里你们不是学子，是茶农，一日三餐，所有的规矩都要按照茶园里的来。今天要做的就是去除杂草、松土、采茶，午后会安排大家炒茶，如果有什么不懂的，茶农都在这儿，他们会给你们指点。你们的工具都在这儿，来拿吧。多谢。来，给你。嗯嗯。哎，这也要去吗？为人师表，更应当身体力行。朝夕，人生天地，求学路，好旅行。宗宇，你怎么这么快啊？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快，在哪学的？卓兄，你好快啊！对了，卓兄，你好快啊！才叫痴心，祝我心每时每刻保持你，一生独行。对吗？此刻生，此刻光阴。夜除得好干净啊。我等闲莫负少年，莫负少年。桑琴，放下。没事没事，你伤还没好，别逞强做这么重的活，放下。辛苦司爷了。阿琴，我们去上面的凉棚休息吧。辛苦司爷了。哟，我的公子，您这是何苦呢？这活儿哪是您做的呀？公子，依我看啊，您就直接跟桑小姐说明白得了。您看您这伸头是一刀，缩头又是一刀，天天去猜她的心思，搞
得自己心力憔悴的，多不好啊！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等查明了宋家茶园之事，解决了这些麻烦，我自然会和他说清楚。白石，白天人多眼杂，到了晚上我们再开始探查。是的，公子。你手上拿的什么？没什么。还有吗？没了。真的吗？那这是什么？给我。桑琪，给你拿了个银果，解解暑。谢谢四爷。给你。四爷辛苦了，四爷吃吧。我也有。桑琪，你猜猜是谁来了？您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这个盒子我认识。还有啊，你脸上都快笑出花来了，我能不知道是谁吗？林翩来给你送些吃食。他在哪儿？在凉棚等着呢。小姐，上午的活干得差不多了，你去休息吧。多谢四爷。走吧。走吧。朱文远，你除草确实除得挺好的，可这采的茶叶实在是外行。四叶采的这茶也不怎么样嘛，跟我这也差不多。那是你不懂这其中的细微讲究。四叶，就你采的这茶，我看就一般般，也就那样。采茶当用提采之法，最忌用手指掐顿，我采的全都避开了耳翼，便于下一季茶树的冒芽，你何则而语？是这么多不干真麻烦。终于知道为什么四爷不娶苏杰雨姑娘，原来是有苦衷的呀！怪不得他俩最近总是针锋相对。别瞎说，别说了！你们俩要再瞎说，就可以去写话本了。哦，李斌，我们去那边逛逛吧，啊，逛逛，嘿嘿，走走走走走。连片，你是来看我的？念在大家劳务辛苦，下午炒过茶之后安排大家品茶，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。好，各位学子啊，稍后啊，大家可将自己亲手采摘的茶叶带给我，待炒茶后啊，我会将成品赠送一些给各位，也让大家品品自己采的茶叶，比起你们平时喝的那些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好。四爷，既要品茶，总要有些讲究，没有茶师怎么能行呢？是啊，我们这些人哪会茶艺啊，别再糟蹋了好茶呀。不如让桑琪充当茶师，连篇也可以帮他。好。泡茶。桑琪，你可懂茶艺？泡茶就不用干活了，连平也留下来，待会儿你琢磨琢磨就行。滚！啊，得嘞。早年兄长曾教过我茶艺，我可以试试，可以试试。
那就这么定了。小姐，我提了些井水来备用，你还记得少爷教你的泡茶方法吗？差不多吧。温杯、投茶、醒茶、泡茶、请茶。啊。走。哎，安心，先泡我的。四爷。明明是我先来的，尊师重道，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？这就是你说的公平。好，那就让桑琪自己说。桑琪，泡我的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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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，泡我茶，你们至于吗？你们这样，我些许感到有些害怕。妍妍，妍妍在。借我泡一下的来啊！我想让连篇泡。滚！好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泡我的茶，泡我的茶，泡我的茶。这品茶它本身就是一件文雅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各位上灶好不好？上。四爷，四爷，来来，你不是会武功吗？你怎么不打飞他啊？怎么样？还烫吗？还疼吗？说话呀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泡一会儿。小姐，看得出来，燕思燕是真的对你有意。你不也说了吗？他最近如此反常，难道你还不明白？我当然明白，我也知道他对我好，只是我不太确定，他是不是因为我是他固有的妹妹，还是因为我是他的弟子，或是师妹？想知道答案的话，不能光靠去猜的。小姐，我走了。注意安全。你也照顾好自己。嗯。